家人们，今天收着好东西哈，那边全是泥，再搁这边给家人们展示展示啊。咱先看这个画，来看看没有这画哈，怎么样？这认不认识？李鸿章。李鸿章是谁？李鸿章，清朝的大臣。这个哈，这写都是啥呀？你我不认识，你认识？他们知道哈，我收这个玩意儿，有时候他们这家里花露出来的，都给我送，就是送。都是一个人的吗？我看这个，这都是手写的。拿起来别人看那，这字写的不错啊。这账写的是李鸿章，这个上面写。要是真的就发财了。真的发财。啊，有个老乡啊，是俺那屯的，他在北京收破烂，完了就收上一张字画啊。我听他们讲呢，就换了一台奥迪。嗯，他那个值钱。奥迪那都是小钱。但能捡到那样漏就好了。看这都是手写的。咱不用讲是真的，要是假的就写那么个字也值俩钱哈。当然了。也不能说是假的，应该说是仿的，是不是？仿的他也愣给人说。对吧？是吧？找明白人能。找明白人看看。啊。他这个字也挺好的哈，字好不学，他这个东西纸好，古董的，古董。现在没有这个东西，没有就了。这个啊，那挺沉的。对呀。还有一个年代感的东西，这是个小钟表，现在都没有这东西啊。这是木头，这是一个小鸟，看这个钟不错吧，品相还挺好。这钟摆的，大哥来帮我弄下来，你把这个帮我拿下来，拿下来看那个坠是干啥使，挺沉的哈。它这个链子还是纯铜的了，是吧？对，能解开。这个是铜的，是铁的。它这边哈，就是靠它的重量压它嘛，走那挂的，就是挂在哪上以后，不就吊它以后啊，吊底下，吊底下，它利用它的重量，嗯，就给你挂的走，重一走。那真拽上拿不动，被坠断了。嗯，就那么给家人们展示一下得了哈。它这是挂的，这上挂的，对。这玩挺沉，一个有没有二斤？一斤多重？哎妈，真挺沉的。啊，一边挂一个，这个得爷们儿。哎呀，这挺沉的，就这么挂的。这上面还有个，挺好啊。这个地方还有个小玩意儿呢，看看，布谷，是不是？布谷鸟，这是它的那个特点啊。它这个牌叫布谷鸟，是吧？它大小，看这后边呢。我头两天在那个铁蛋里还捡出个，就这个钟表的内脏，还在搁的。你有的他们不知道，就是当破烂都给扯了，就这个内脏里面。它这就是上弦的。上弦的。它自动，它要走的话，就这个玩意压它这个力量，这走到底儿去，你就得重新把这个链拽上去啊，这里面它才动。它一动上面就动。嗯，对呀，它。你得找一人找修钟表的，你踩他右就是走，踩他右头就走了哈。他们是不是没上劲儿？上劲儿就走。不上劲儿，不用上劲儿。挺好的哈，咱拿架哈，往那墙上一挂，多有年代感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喜欢的？他这关键是成色也挺好，挺细的。这是元宝庄还是元宝庄还是这盒？嗯，这上面这个盒都是元宝庄哈。布谷鸟啊，布谷鸟版这个时钟。是吧？这原装原版，是吧？上次是中标中厂。嗯，这应该是个新的吧？不是，它用，但是人家保存挺好，这而且这个盒都给你留在那。对。但是这玩意儿年代就看这个包装，年代不是时间太长。那前哪有在年代有这个包装没有？有，泡沫都嗯对呀、啊，以前也有，差不多，挺好。行。今儿收获不小啊，还收了一台车。等会给大家看看哈，还好用的，这再给装起来吧。看这条车不错吧？我一开开看看啊，看还响，能用。本来我寻思是坏的，我往那一扔，它这个响了，碰着这个开关了。拿来我查查试试，还真能用啊！寻思小孩做的，多好，还可以往前走。刚才那个它怎么开的？你那不会摆弄？刚才它一开还往前走了，啊，还用音乐，还能走。就这个车买新的，是不是得俩钱？你看收废品，什么好东西都能捡到哈，是不是捡漏了？这家里没有小娃娃，有小娃娃的话，这个留着自己用也挺好，是不是？这条车哈，指定是好用，同城有用上的哈，上我这儿来拿哈。今天收那么多好东西，给大家分享完了，有喜欢蓉姐的点点关注，点点红心啊。